开了两次门就是跑不出去了，后来就是说特别着急，突然想起来俺家那个窗户能出去。当时这火和烟离他们非常非常的近，啊！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这对那个娘俩救下来。我就准备要跳楼了，跳楼求生。我的母亲70多岁了，如果要是说没有这个老人，或者说没有我爱人，没有我自己的话，我就指定我就跳下去了。温度当时非常的高，非常的烤脸，出了很多的汗，非常的红，非常的热。因为它这个玩意儿是爆炸品东西，它里头叮当可响了，谁都不敢碰，靠近。